我们代表福远一家给程老爷子祝寿，希望程老爷子像这个风筝一样扶摇直上，救人风筝。父亲，父亲，那风筝真的是冥婚孕的去吗？他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他跟程老爷子到底有什么仇怨？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我城府甘当义父的粮仓，替我杀掉宋风筝的人。今晚11点，东森超市，人参若如初相见。